我叫丁莎莎。哦，你几岁啦？对着前面说，四岁半、嗯。你今天来干嘛来啦？我今天来抓失控来的，来失控。今天你穿成这样，来演空姐的。哦，来演空姐的。那你等一下要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演空姐，然后呢，三个哥哥演乘客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跟你讲，有三个哥哥特别特别坏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行为特别恶劣，特别凶，待会儿你要注意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要劝说他们，好不好？五分钟吗？对，五分钟。哦，五分钟。预备，开始。快点，空姐，空姐。我在这儿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我看不见。就在你的对面。在哪儿呢，空姐？过来。你眼睛瞎了吗？你怎么看我眼睛瞎了？我是个盲人，空姐。我在这儿。不，我要喝水。这飞机上没有水，只拿这个锅子。我是个瞎子，我看不见，你给我喝水啊。等会啊。这飞机只拿这个锅子，这飞机上只拿这个锅子。我渴了，你，哎，你是不是空姐？不。我怎么把你搞哭了呢？这是啊，我不喝了啊，我不喝了，没事。你这很厉害，我做了。这是乘客，这是乘客啊！你怎么能对我们空姐这么凶呢？怎么了你？啊，你干嘛去了？你什么事啊？你干嘛？你说人家哭了都，你把人家弄哭了，你看，你看我哭了，我是盲人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吵我，我也怎么把这样？干什么，空姐？什么？还吵架还有时间？吵架怎么还会有时间呢？空姐。空姐，我要吃汉堡。啊？我要吃汉堡。哦，这个实在对不起，这飞机上实在是太穷了。等我到那儿以后，什么？我想这个请你我吃一点，你还不行吗？我现在想吃啊。对啊，我饿了。你飞机，哎，你这是飞机啊？飞机上应该有汉堡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现在饿了。没有哎，为什么都没有？是什么飞机啊？对啊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你做什么空姐？什么搞什么啊？没吃的呀？但是我都没有，你们认了一点。忍耐。人家吃了一些巧克力，人家苦。那不行，那你帮我去做，你帮我去做。可以啊，我和你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我要下飞机，我要下飞机现在。我还没到站，多久到站啊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，你是服务员啊？你是服务员吗？哎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这样就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人家空姐也不容易，你不能把人弄哭了。嗯、对啊，我们乘客也是有素质的，对不对？还不是你把人家弄哭了？不是，你还说我们是他欺负你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不是他欺负你？是，是他欺负你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问你，抱歉，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妈，你打110怎么警察那个你就算打110送警察。好，打110是不是送警察啊？那你有电话吗？给我打。我没有。你没电话上来打110啊？空姐，我们镇定一点。空姐，我们镇定一点。这现在我们口渴了啊，真的口渴。我等会儿想再听听我哥的。飞机上那些吃那些吃的一起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这样，因为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空姐这么容易哭。嗯，我们现在呢应该把她逗笑，好，好吧？那我把她逗笑，我把她逗笑。那咱们演个节目。逗笑。把你什么？为什么没办法逗你笑呢？我现在就是。你帽子什么？你帽子给我看看。你帽子怎么回事啊？你可以给我看看吗？你能让她自己站？来来。你这是你怎么戴？你不是照样打吗？我把你带回去。来，哎，你们别欺负人家。大姐，不是，没事，我们是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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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我们好人。你别好人打我，都是瞎子。我们是好人，我们逗你玩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好人伤害人，怎么
像个针眼。越跳越美丽，迎来四位最美空姐。三，现场进化，空姐挑战素颜。网络最红四嘴失控姐再度失控，自从怀人怎不像个人影。11月11号21:21，请空姐来讲述坐飞机时你不知道的秘密。